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 Jenny。 今天我们来到有机农场来吃晚餐。这里呢有一个那个配套哦，就是火锅。那我们就是利用这里所种植的一些有机蔬菜呢，来直接做我们的火锅。它也有一些不同的汤啊，两个口味的汤，一个是 miso soup 的，一个是 kombucha 的。所以我们吃的时候非常的满足，这里的菜都很甜很好吃。然后呢，它也有一些像自己制作的一些豆腐啊，一个紫菜豆腐也是很好吃。所以我用它这里农场生产的鸡蛋啊，有机的鸡蛋来做成这个生熟蛋哦，哇，太棒了这个感觉。所以呢，你们如果一家大小星期六星期天有空的话，可以带你的家人来这里吃。其实每一天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午餐配套跟晚餐的配套，只是晚餐的配套最好是你们可以预约哦，不然的话这里是人都满满的。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农场。这里除了有有机的蔬菜，我们也有宠物。你看这只鸟很可爱耶，嗨，你好。后面也有可爱的小兔子，还有鸡，还可以喂小动物吃草哦，很好的体验哦。我们今天是下雨了，来，我们去看一下这里所卖的有机产品是什么。Let's go and see the products。好，这里有有机的鸡蛋，是在这里培植的鸡所种出来的鸡蛋。它的特点呢是没有额外的荷尔蒙啊，或者是这个抗生素 antibiotic 啊，有十颗，很新鲜。刚才我吃的很好吃。还有卖蔬菜，非常便宜哦，这边的有机蔬菜。然后这里如果是选三样的话呢，是有送一个的，选三送一。也有很多不同的蔬菜哦，都是这里种植的哦。哦，还有面包。Also got the bread, very nice. Buy two, free one. 我平时都是喝鲜奶啦，不过我看到这边有卖这个杏仁奶，也是很好，所以我打算买一罐回去试试看哦。其实我那天也是有来试过这个杏仁奶啊，真的是不甜，也很好喝。OK， 它其实是像我们的豆奶这样的一个口味，很好喝，我会买一个。我们买这个杏仁奶，还有这个 full cream milk， 什么全脂奶 ，organic 的哦，这个是有机奶，一个是植物奶，一个是动物奶，试试看。好，今天吃饱了，买了很多东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是 Jenny 大名养师，还有如果可以的话，给我一个赞，分享给你们的朋友，我们这么棒的体验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他们有一些浓，这个，拜拜，拜拜 ，see you。Ciao.